这是一条步行街，步行街上是不允许摆摊的。对面就是那种菜市场，里面有很多的店铺，菜市场别人租了摊位的，就是有一些老年人就在外面摆摊卖小菜，又是摆在那种路上，大家要走要过的，是保安要管嘛，因为是公共区域不能摆摊，保安做了很多，他们都还是那样，保安就给他们跪下了，没有多大的用，有几个人搬走了，有几个人还是无动于衷的那种，他走了之后就有一群人又在那里摆摊，当时我就觉得那些人就很冷漠，别人都给你跪下了，你还不走。